这个相机啊，有时候就不好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个必须得按两次这个开关的时候才能打开。我现在在一个小走廊里啊，具体是哪儿我也不清楚，就是瞎走。哎呀，今天腿有点累了，而且今天我这个失误在哪儿了呢？我穿了双袜子，大下雨天的，我这凉鞋还套了双袜子，可想而知，极其难受。